完了，肯定吵架了。今天 boss 脸色不太好。群主，需要做什么防范工作吗？各位，橙色预警了解一下。开会的时候手机不静音，所有人绩效考核扣五分，三个月内不许请假。是，散会。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先生只是让您在家暂时好好休息。那就可以关着我，不让我出门吗？我结婚证呢？之前明明放在这儿的，一定是让他给我拿走了。夫人，您找结婚证做什么？你知道他的证件都放在哪儿了吗？夫人，要不您先下去吃早餐吧。